振兴族人产业经济。高雄市博尔艺术特区的园博馆将于12月8号到14号推出振兴券及加码券消费优惠活动。本次园博就这样买，部落就这样玩，邀请到阿美族艺人卢学瑞，以及活跃于台湾综艺节目的美籍艺人杜丽，双美联手共同宣传园博馆商品以及高雄原乡游程优惠活动，希望让更多消费者了解使用哀元券、五倍券、易放券的优惠，并借此支持高雄原住民艺术创作者。即日起，就是我们就是纸本振兴券的话，满500我们就是送高雄券，那易放券也是就是满500就是送高雄券，对。然后我们就是网络商城的部分就是满800我们就是有送就是免运的部分。那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那个振兴券的部分，只要满550我们就是限折50，对。那就是这个优惠活动即日起就是到下周二的就是12月14号这样子。那高雄券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一样配合政府，就是配合到他们到明年的时间结束，然后我们就是跟着一起结束这样子。这样，为了让大众更了解高雄原住民族的创作成果，园博馆特别规划园博就这样买主题商品展区，精美配件饰品、时尚生活系列用品、原创艺术精品等，让消费者能以最便捷的方式选择自己喜好的原住民商品。现场不限金额消费即可获赠园博馆限量口罩。园博馆自成立以来秉持着原民好物一站购足的理念，让高雄的原乡产品走出部落，也让消费者能在都会区就近体验原住民文化。以上新闻由郭怡珍、潘绍维采访报道。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，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，正声广播电台。